左下腿，偏后偏外啊，刚才那个拉筋的痛，拉筋的痛，后腱，后腱下部啊，绳子拴好了啊，绳子拴好了啊，绳子拴好了，只等着那个起飞了啊，等起飞了，一起飞以后，绳子一收啊，然后让它消失掉。三消失掉就把它拿走了一个，就像萝卜青菜一样的在水里洗洗啊，然后就放到一等的地方去啊。因为为了产生更大的阻下作用啊，所以现在外星想先多拿一些吧啊，多拿几个火箭那边啊，多拿些火箭放那边啊，多拿些火箭放那边啊。可能一个两个人家是认为是偶然，多拿几个的话，他们就认为必然了啊，人们就老实了啊。看着他们，不到一定程度不会低头的啊，让他们好好的感受感受啊，感受感受外星人厉害啊，这样一下子，把他们心理上击垮啊，这样才老实了。不然的话，搞得不好，无功而返。搞得不好就，没有一下子把他们镇住的话，再下次的话就可能有难度镇住他们，所以这次一定要一次就成功啊！好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！现在外星人尽可能多的搬运火箭啊，知道了啊，甚至开通以后啊，隔三差五的多几个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好，再见啊。